主料，番茄300克，鸡蛋3个，辅料，盐、油、糖、陈醋、酱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番茄去皮切成小块，鸡蛋下些许的盐打发均匀，锅里下油烧至大热，然后关火，用鱼尾把蛋炒至8成熟，盛起备用，然后炒番茄，下盐、糖、陈醋、酱油调味。番茄炒好后加入鸡蛋拌匀即可上碟。烹饪技巧，番茄可以不去皮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